骑着机车逆向而行，可别以为小违规就没人发现，因为车牌已经马上绣在号志灯上，昭告天下。有些人看了那些交通，也不会变得比较，就是会刹车之类的。 不止如此，这个路口有行人地砍灯电条提醒路人过马路别当低头族。可是他们会看得到吗？我也没有注意到，好像都要处罚才会听呢。对啊，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违规吧？我想，这是全球首创智慧安全路口，就是利用 AI 科技来执法，减少肇事率。因为光是这个路口，11月份平均每周汽机车违规闯红灯就有292件。 逆向行驶也有652件，于是透过大数据分析，选择在人潮多易肇事的路口装设行人安全保护设备和车辆违规警报系统，让违法行为一秒现行。从过去2018、2019到现在2020，3年来大概有3000位行人哦，因为路口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而受伤，其中大概92位不幸身亡。记执法只是这个手段哦，那希望达到。 所有这个人车的行车的安全才是目的。这个已经上去示范了一个月，那我们根据统计，确实哦，这个目前还有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个几十件的这个违规闯红灯的这个样态哦。科技执法抓违规，让驾驶人无所遁形。毕竟马路如虎口，守护路口安全，用路人也要切记路上慢看停，避免违规伤荷包。华语新闻陈彦蔚、张家宝、林外瑜台南报道。